要。今天又带到了你以前我们俩一起来过的地方，发现这个地方有变化没有？多了牛，三只牛，一只，两只，三只，看到没有？小道士，你换过牛没有？一、二、三，看到没有？你发现这个牛没有？它都不合群了。跟你一样，不合群了。像我和你就要合群。不是很合群吗？啊，合群呢？以后什么都不用想了，两个人好好的开心一点啊！我们珍惜往后，过好余生，余生请指教。那你还是起来吧，你看你膝盖不能随便跪，好不？牛儿，快来这里头！这里的空气好新鲜的哈，听见吗？牛屎味，我身上没有这个味道。在的粉丝朋友们，今天那个，小乔、大英跟我一起来到我们村里了。谢谢所有好朋友们大家的一直以来的鼓励和关心。啊，希望以后往后余生，好好两个人去珍惜。家里我们这边挺凉快的啊，山里面好像还可以啊，山里面比较凉快。今天晚上你想吃什么？我给你做好吃的。减肥肉啊，减肥不吃。你都一点都不有蚊子，是红蚊子。要下雨了，怎么要下暴雨了？对啊。妈呀，你看这牛一点都不怕我，看到没有？他会不会小时候说的是什么玩牛、啊、一牛？走，一牛差不多。去那边逛一逛。在那边的天空好蓝啊！蓝蓝的天空。蚊子好多。那就很一群牛，是不是？两头，一头，两头。这里还有一头。我不是。第三头。我不是牛。蚊子好像。今年有没有什么规划呀？规划生个宝宝。除了这个规划呢？也就是今年结婚了。结婚彩礼准备好了没有？有了。说真的哟，那结婚不是随便结的耶，真的姓谭的也是大族之家耶，全国各地都是很多姓谭的耶。对，我们也是大族啊。所以说呀，彩礼准备好没有？啊，要不要家中的吗？要多少？要不要家中的？啊？我觉得那些不重要。我觉得仪式感很重要。那你爸妈准备陪嫁我多少？那你给他彩礼的话，我们那边都是要陪嫁的吧？反正只有多的没有少的。在我们这里啊，假如说以前我记得早些年，他们结婚的时候都是六万八万这样子，但是现在可能一般就十万十二万了、啊。但是拿过去多少就要回加倍的回来的，你们那里是这样子？离得那么近，风俗习惯都差不多了。好多蚊子咬人，乡下什么都好，农村里面啊，就是蚊子有点多，空气好。